们的电影小神殿，是杨万的作品，剧本扎实，人物结实，于是就敢做得更狠。用手呢？右手。都是冠冕堂皇的，一下不行。我觉得导演特别好的地方就是稳准狠。我一定要会演戏，把那个复杂性演出来。再次提醒他们，不许他们雕琢。我化妆30分钟，不能再长。平时上尽量让他自然。我们全都是素颜来演，不负责把它拍漂亮。这次我有一特别大的收获，第一次不化妆。你化了吗？不。对呀、啊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最终几点到现场？晚上。那就12点到。落机场拍机场，人生第一次。素颜嘛，所以在戏里面我们可以随便的去抹呀、啊、去蹭啊，那我们就会更自由一些。站一下，没关系，这老太秀逗，这个细节不要搞得40而非啊，我很在意细节的，往外一点点，尽量做小。我这次戴上了眼镜，导演很细致的帮我左挑右挑，他很注重细节。行，你说你拿的东西太假了，雪白的呀，看着就像个拍电影的。抹布找旧一点的，上水把它拧干，它显得旧。太像为道具而拍的了，这效果还不错。太白了，太实体，找个其他代替的，弹性都不一样。你们放真人吗？好，哎呀，你一抬它中间肯定塌下去。包括真人一起，一切都对了，一切都是很真。这部电影从外到内感觉很真实，自然，尽量自然。你蹲的那怎么那么别扭？快到的时候要慢一点。还有一个蹲的感觉也很不舒服，自然做好不好？声音再自然，别老死背蹲着，自然。看周围，很自然就行了。第一次锻炼啊，后面再做更自然就行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我看不清人的东西，自然的两边看一下，怎么样？还是要自然，跟谁急啊？谁也别急，戏要紧啊，这演员最重要的戏了。一个戏，导演有时候就拍两条，有时候就拍个10条、20条，很正常。什么东西有用，什么东西没有用，他太知道了。好，练习一遍。好，来准备，来，再来。好的导演像他这样到了一定的有经验的程度了，还远远想说就不带油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张艺谋导演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他对电影那种热爱啊，他真是一个热爱两个字都不一定能够概括。棒棒的，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全组杀青。这种裤子灯光效果也增加一些。你这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稍微再能办到、啊。其实已经等了4年了，很希望这电影能早点上映。我不想垂直看到底下。我永远怀着这种敬畏之心。这个戏拍完3年了。3年，我歇着的是导演，想干的事。先根据导演来那个镜头，那个戏的氛围搭建一场。原来是他说就是爱花，一段整段音乐，把那个音乐往后延一点。